哎，不好意思，刚才我是 connect 不到我的 Zoom。Okay, 第二个 traditional 的歌呢，你那个里个的，两个高声一个 skinny 是那个第二个叫 Matt 母龙是不是 ？Matt 母龙，然后 D Warisan Sunny Craft 档案不改单，等下 creativity。Hasil craft dengan masyarakat seperti anyaman tiga, rotan, baku rotan, 还有什么？pembuatan, wow dan batik. Okay, now E, seni silat merupakan kepandaian berjuang dengan menggunakan ketangkasan menyerang dan mempertahankan diri, 去防卫自己啦，这是一种艺术咯。Okay.来啦，从我们开始，我们看回上面的 objective， OK， 还没有做到，对不对？OK， 来，我们先看第一题先。我们这个 objective 我们一起做，我跟你们一起做。OK， apakah bukti kerajaan Kelantan dan Kedah mengamalkan sistem pemerintahan beraja？ 有什么证明说这科大跟克兰丹哦，他们是进行着 system permanent barrage 有王的，有什么证明？他只是问科大跟克兰丹啊，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个两个州属，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王是用苏丹这个称号的，蒙古呢干格拉然苏丹。为什么 police 他没有放进去呢？因为 police 不叫苏丹啊 ，police 他成为叫。他的王叫 Raja， 还是比较 special 一点的 Raja Police， 可是他的地位跟苏丹是一样的啦啊。OK， 第二题什么来的？第二题是关于我也没看到他的啊什么 X mewakili pentadbiran bagi pihak kerajaan bertanggungjawab terhadap jajahan atau daerah 的 daerah 跟 jajahan， 他是负责去管制 daerah 跟的。假汉的，所以这个人是属叫叫本巴萨 ，OK， 本巴萨。第三 ，apakah adat istiadat yang membuktikan sistem pemerintahan raja yang berdaulat？ 有什么习俗啊，可以证明这个我们 sistem raja 是有不倒了的？还他们有时候很进行很多一些习俗，就是像登基仪式啦，他们的庆典呐，还有一个布特拉案呐。所以这边有什么？答案是他们的 istiadat per tabalan， 他们登基仪式是不是？然后他们必须要读那个经文，读那个宣誓书，然后 kiss 那个 kris， 你们也记得，在他们登基的时候，然后他们必须要在那个。驾崩的王啊，埋葬之前呢，他们必须要宣布啊，谁是成为下一个的那个啊苏丹，然后他必须要登基先啊 ，before 他被埋下去，这些都是他的 adat istiadat 啦。然后第四 ，apakah kepentingan undang-undang tubuh negeri？ undang-undang 的重要性是什么？嗯，就是零 ，undang-undang tubuh。你看 undang-undang tubuh， 我们看有讲到。啊，王的当公交啊啦，本纳西哈的当公交啊啦，然后啊，王的登基的那个王的啊什么瓦里山伯马林达的那个 sharat 是什么啦 ？rakyat 的 sharat 是什么？这些的话可以方便，会可以使到他们的这个本达别让哦 lebih lancar 更加的顺畅啦，哎，他们的管制更加方便，更加顺畅，更加协调。Okay, 第五题 ，apakah aspek warisan yang terdapat dalam mimbar majlis wali diwarisi sendiri kini？ 有什么东西你看到的 ？mimbar 就是那个 V 啊 V 型那边，它有什么东西？它有 seni care， 也有些雕刻啦 ，seni mimbar。第五题，第六题是关于什么呢？第六题是关于，哦，对，第六题是 K 版。Apakah manfaat yang diperoleh negara kita jika rakyat menghargai dan menjaga warisan negara？
有什么好处？哎，如果我们珍惜这些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通常可以讲呢，可以吸引很多游客嘛，外国游客会来看我们的，哇，我们以前的苏丹呢，他们的文化遗产呢，我们的一些像舍尼米勒啊，来看我们的马来传统那个高脚屋啊，来看我们这些皮影戏啊，来去做马戏啊，哎，都是吸引游客的嘛。哎，达里干普兰琼，这是它的好处啦。Right， 对啊。所以这是这三个那个里的瓦里山。Go， 现在呢，我们来看回我们的诺达。OK， 现在你发现到我们好像有一个州属没有讲到，对不对？就是 Negeri Sembilan。Negeri Sembilan。我们会看它其中一个它的科尤尼干，它的安达啦，还有它的布梅林达和那个里，它的一些习俗跟它的它的管制 ，OK， 它的特别的地方啦，哎，所以我们把这个尤尼米兰跟这三才前面三个分开出来讲，因为它是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它的 system 布梅林达和里面 ，OK， 来，大家记一下啊，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 adat berbadai。OK， 是一个习俗来的阿达巴巴爹。在马来西亚，我们有些苏丹的州属啊，他们都在跟着阿达德蒙贡。除了一个州属叫 Negeri Sembilan， 我们叫做他mengamalkan阿达巴巴爹。OK， 这个一定要记着这个字，阿达巴巴，把它记到 Form 5去，因为 Form 5没有了，你叫 Form 3去就可以了。哎 ，from four from five， 你也讲到这些东西了。哎 ，ada apa tadi？ 所以它是一个 amalan tradisi， 还有 ada desa lah yang diamalkan di daerah Rembau Sungai Ujung Johor di negeri Sembilan serta Nanning。Nanning 是在马六甲的其中一个小小的地方，边界啦。我跟你讲，negeri Sembilan跟马六甲的边界一个地方叫 Nanning。哎，他们也是在实行着，在mengamalkan这个 tradisi 啊 ada desa ada apa tadi lah。所以他讲pada hari ini ada berbagai menerima perubahan semasa dan pengubahsyuan namun keunikannya masih dikekalkan。 因为以前的ada berbagai跟现在我们现在多少年了，我们现在2021年了嘛，我们是很先进年代了嘛。虽然讲这个ada berbagai在Negeri Sembilan他们还在维持着，他们还在使用着这个ada berbagai，可是有一些的ada berbagai的一些我们讲它里面的一些元素啊，他们已经修改了啦，因为他们要适合这个现代年代嘛。有一些ada berbagai的一些习俗啊，不适合用在我们现代年代了吗？可是还是保留着它的那个 special 的地方啦。让我们看它什么地方 special。OK， 他讲 keunikan ada berbagai 哈，terbahagi kepada beberapa aspek 啊。为什么我们来看这个ada berbagai它特别的地方？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第一个，我们看的是 Jurai Keturunan Sebelah Ibu， 它跟 Adat Temenggong， 看我讲到吗？除了 Adat Berbadai， 还有另外一个习俗叫 Adat Temenggong。哎 ，Adat Temenggong 就是其他州属他们所mengamal的那个 Amalan Tradisi 啦。这个 Adat Berbadai 呢，它跟 Adat Temenggong 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 Adat Berbadai 呢，它比较注重母系。就是 sebelah ibu 的，哎，通常呢，像我们传统中国人讲，哇，女生嫁去男生的家，她就要跟丈夫的姓啊，对不对？孩子要跟丈夫的姓嘛。然后或者是其他的州属，阿达德蒙贡啊，他们是以男生为主的，只像在如果是德蒙贡哦，只有男生只可以传承这个家产啊。如果是阿达布巴店呢，他们比较偏向女生女方那一side的。所以呢，像那些遗产啊，都是给谁的？给女儿的，还是它的比较 special 的地方是这样呢？然后它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在于它的布拉山南虎古曼，还在惩罚上面的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我们可以一个个我们都会去看呢、啊。然后刚才我讲到瓦里山瓦里西哈达了，女生可以是继承财产，还有乌巴查格林啊，什么是乌巴查格林？然后我会讲，然后布卡维纳也是。这五个东西啦，我们会去看它的科尤尼干的地方。OK， 我尽量讲慢一点啦，在这边。
OK，因为这个 Adab Bade 是比较 special 啊，还蛮常出的这个问题。哎，Adab Bade，我看一下，我看我今天我只是讲这几个啦啊，一个还是两个或一个还是两个先啦。哎，我们看情况，OK，不用那么快。所以我讲 Jurai keturunan sebelah ibu 什么意思呢？他讲 kaum perempuan dianggap ibu suku yaitu ibu yang melahirkan anggota masyarakat 啊，为什么他们比较偏向女生哈那一边呢？哎，如果像我们古代一点啦，然后说我们现在比较封建的国家啦，啊，像我们现在的啊，华人文化也是这样嘛。我们是比我们用父亲的那一的父系是比较注重嘛，所以他们讲他们认为为什么女生两个一无所过呢？因为女生是生育整个社会的嘛，没有女生的话，难以排这个社会，所以他们是以女生为主的。哎，搞不然把两个一无所过。Okay, 为什么 ibu yang melahir anggota masyarakat lah? Okay, 所以他讲嘛，setiap anak ialah anggota ibu suku ibunya。所以他讲所有的孩子啊，生出来的啊，都是母族的。哎，suku 叫母族，哎，都是母族。然后 setiap anggota suku dianggap sedara kerana berasal daripada moyang perempuan yang sama di sebelah ibu。所以我们讲同一族的人啊。同一个母族的人呢，他们都是有这个血缘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同一族的人都是来自同一个祖先。哎，模样不不样，什么的什么啦一部？哎，就是他的 adat berbeda 啦。如果你换成 adat 怎么讲，他们就不管女生，他们讲他们是男生。哎，我们是男生，我的祖先，哎，哪一个男生的祖先的后代？哎，好像我姓叶的，那我的后代是叶家的后代，啊，就这样子。哎，Babade 是女生为主的，还是他们就是女生的后代来的？全部。哎，这个是 Jurai keturunan sebelah ibu，哎，以母族为主的啦。然后第二个呢，在 Pelaksanaan hukuman 在惩罚上面呢，ada Babade 哈，我可以讲它是一个比较算是比较仁慈一点啦，我们讲。哎，比较有人性化一点的，他们在他们惩罚上面，你看为什么呢？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讲，pelaksana hukuman bersifat pemulihan。OK，通常为什么我们要惩罚一个人？好像你偷东西，为什么我们要惩罚他？哎，你做坏事，哎，你做错一样事情，为什么要惩罚他？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目的是需要你去改，是不是？哎，纠正你自己错误嘛。所以在这个 Adab Berbadi 里面哦，它的 pelaksanaan hukuman 呢，它的出发点是 pemulihan，也就是要你去去什么，去更去改良。那我们讲自己啦，yaitu memberi pertimbangan ke arah kebaikan terhadap pesalah，也就是他会考量到，给这个 pesalah 啊，犯罪人啊，我们要怎么样去改造他？啊，这胡国曼，而不是啊哦，如果他是偷东西，就斩掉他的手，以后不要让他偷东西。而是他们会想，这个人偷东西，我要怎样去教导他，哎，让他不要去偷东西。啊，这个是他们布拉山的胡国曼呢。OK，他们 memberi pertimbangan，这个是他的 keyword 啦，memberi kan pertimbangan ke arah kebaikan setiap masalah。然后，mengutamakan perasaan dan kepentingan bangsa。然后他在惩罚上面呢，他也会考量到，他比如讲他比较人性，哎，比较人性，所以他也考量到那个盲杀，哎，那个犯人，哎，不是犯人，那个受害者的感受跟他们的重要性，哎，很人性化的。就不杀了犯罪，那个谋杀，他会考量这个谋杀的他的本身是怎样，他的感受是怎样，他的利益是怎样啊，来去惩罚一个人。通常的就死了再跟人家杀另一个嘛，就是他们让人去养起来，哎，罗啊，哎，他们就会讲呢，就是小事情嘛，是不是啊？或者是不小心就是打怎么讲打架啦啊，两个人打架有冲突的话，这个小事情都大家去要不麻烦呢，或者是你跟他干等的养人啊，就是如果真是。没有办法去不麻烦的话，你还是要处罚他嘛。可是处罚呢，它是比较轻的处罚啦，哎，仁德啦，两平安。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惩罚是比较人性的哈，还是比较人性化一点的，这个阿达巴巴对。
OK， 然后我讲完最后一个 for 这一个课 unit 跟 ada berbagai 啦，剩下的我讲我怕我讲不完。Wanita mewarisi harta， 哎，比较 special 一点了啊，女生呢？你看，像以前我们这种马来传统社会啦，我们讲马来传统社会，女生的地位哦都会比较低一点，比起男生，男生都是一家之主嘛，对不对？从以前的年代，那女生只是讲哦，你要在家里生孩子啊，照顾家庭就好。可是，在阿拉伯巴地没有咯，因为他们第一个都是以母族为主的嘛，他把女子讲得很伟大，哎，认为很伟大，女生很伟大，所以女生有这个权利去继承家产，在这个阿拉伯巴地里面 ，mawarisi hada， 哎 ，mawarisi hada 是继承家产啊，所以这 hada pusaka 是家产哦 ，akan diwarisi oleh kaum wanita bertujuan supaya wanita tidak terabai，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要。他们也考量到女生了，希望他们不会受到讲呢，忽略的阿拜，哎，女生的利益也被照顾到了，OK。然后这些哈达布萨达布萨嘎包括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可以被传承的？像物质啊，像地啊，这些财产哦，像那个如果那个母亲啊，在阿达伯巴蒂啊，母亲去世了过后，这些财产呢，就会传给他的女儿。Okay, 然后 harta pusaka diwarisi secara turun menurun, temurun 不是 turun menurun, turun temurun daripada ibu kepada anak perempuan. 所以他们这些财产哦，他们没来卖的嘛，他们财产哦，像那个物质，哎，他从母亲传给他的女儿，他女儿再传给他的女儿，女儿再传给他的女儿的女儿，女儿的女儿再女儿的女儿，一直传下去，这是他们的家产。那我们讲他的家产，所以记得只是传给谁？传给瓦尼达，什么原因？因为 supaya wanita tidak terabai， terabai 是被忽略掉了啊，希望女生不会被忽略。OK， 从母亲传给她的女儿。Boleh faham？所以这个就是它的特别的地方了，这三个先。看，Boleh faham？OK，so 这个来我们看 A 啦啊，你们呢？阿德伯巴蒂里两毛干在哪里？他有讲的几个地方在，sorry，在哪里？在什么地方？那个里什米兰对不对啊？不用翻页，你看到了，在哪里？在那个里什米兰啊，写上去这答案，那个里。哎，那个里斯米兰，对，这个其他的题目啊，我们之后再做了。All right。So 剩下的这个 upacara kadim perkahwinan，然后它有一些这个 pentadbir pemerintahan di negeri Sembilan 它的一些特点它的王怎么样成为王这些特点呢，我们就在下一课才讲了，好不好？All right，OK 吗？So 今天我们看的是什么东西？Before 我 end class，就是我们看的这三个州属的，seni warisan 啊，kesenian 还有 pesuratan，pesuratan 跟 kesenian 这些 seni 你就要懂了啊。然后它的 seni ukir 的 motif，哎，从海湾变成 motif alam 啊，这个懂了。然后这物质叫什么？这物质三角形叫Tabalaya 啦，berbentuk V Tabalay。然后 Kelantan 有什么东西特点啊？这些 wow 啦，哎。这个 batik 啊，还有这个 wayang kulit 啊，舍利西兰这些东西。哦，阿达伯巴蒂在什么州？那个是米兰。哎，这些什么五种人包，这全部都是在那个是米兰的吗？哎，对吗？
好，我今天就到这里先啦，剩下的我们就下次再讲。Right, so 我们可以去休息啦，然后准备下一堂课。拜拜，我们下课星期见。